你知道看到自己喜欢的恐龙有多有趣？现在想想一下，在自己的舞台表演中看到自己最喜欢的恐龙是多么有趣。大家都准备好尽情欢乐了吗？准备好观看吧，你的大量戏吧。这是他首次全国巡回舞台表演的现场视频录制，假如巴尼、国普宝宝和众多新老朋友的训练，哎呀，真是一个良心。我想说，我想说，巴尼会把他所有特别的朋友带到您的家中，这里有音乐、欢笑和乐趣。你会看到鹅妈妈、叮当教授，还有很多很多。准备好拍收教好吧，因为这将是一个让你重生难忘的超级凉席。这么大的蛋糕，我想我需要大家的帮助。千万别错过巴尼大量席，现在从 L 购买录像带。